准备好上课了吗？OK， 我们在上一章里面讲的向量分析的部分，已经大概把我们这学年要用的数学呢，大概交代八成以上都已经交代完毕了。那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向量的整个运算的部分。那接着我们就要用这些已经学过的东西，要来把它应用到物理上面，也就是我们的电磁学上面。那这个电磁学上面的话呢，可能就跟你们大一的普通物理就相关了。所以我在讲的过程当中会把你们大一普通物理的电磁学的部分直接应用上来。如果你觉得哪个地方不清楚的部分的话，你可以随时打断，也就是说那时候可能表示有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你大一的部分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马上可以唤起你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时候你可以打断回去，以后一定要记得把大一普通物理再拿出来复习一下，尤其是四个 mask equation 是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礼拜三要考试，要考试的范围虽然是在前面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四个 mask equation 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还有它怎么表示它的数学式子。 OK， 好，题目已经告诉你了。 OK，四个 Maxwell equation 它的物理意义跟它的数学式子怎么表示出来，数学式子表示出来以后，你怎么去把 Maxwell equation 把它诠释出来。 OK， 好，就是接着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过程。第一个过程的话，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电跟磁的部分的话呢，那电磁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电的部分，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那在电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有两个最重要的物理量必须要来探讨，一个呢就是电场 ，OK， 那一个呢就是电位，好。这两个物理量是要探讨的。那我们要探讨电场跟电位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说这些是跟电荷有关系的，但是基本上面一个场我说所谓的场这个中国字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场字就非常多的一个抽象在里面了。那基本上面如果你普物你学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场字其实是可以包含两个，一个是一个存量的场，然后呢另外一种叫做向量场。OK， 那我们说其实这个场字啊所代表的，那以它的这个物理的这个讲法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某一个 source 或者是某一个东西，那它可能引起了这整个空间的改变。 OK，那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引起了多大的改变，我们就要去探讨一下，就是说
在这个空间里面，各个点的某一种物理量的变化。嘿，那换句话说，这个场所表示的就是一个空间的变化。那这个空间的变化呢，是有一个存量或者是一个向量，来表示，那你就是可能是向量场，也可能是存量场。当然，这个物理量可能会随着空间的时间在改变。那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当这个教室，因为你们没有进来之前，跟每一个同学进来，陆陆续续进来的时候，教室里面的湿度跟温度一定会改变，对不对？那在教室里面的温度，随着位置的变化，这个就是一个温度场。OK， 所以你可以去探讨温度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变化，这个就是一个存量场，因为温度本身是一个存量。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你可能探讨的空间的这个存量场的部分。那你也可能因为你今天进来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source， OK， 那你可以知道在整个空间里面都布满了电磁波，因为你进来的时候人本身都是一个导体，那你进到这个空间以后，可能引起了这个空间的电磁场而产生变化，那这时候你就要去研究你这个空间里面的电场 ，OK， 随着你所在的位置，然后它的改变。当然，我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全部通通可能因为同学陆陆续续进来，或者你在移动，而有时间的这个函数在里面。那我们要探讨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时间考量进去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问题会复杂化。所以在初始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去探讨它跟时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探讨的东西是一个不随时间改变的物理量，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做静电场。OK， 好，也就是你的 source 已经静止在那里了，那它不会再改变，所以你的电场就已经是一个稳定的了。换句话说，这时候电场的 source 是什么？电场的 source 就是 charge。 所以我们说我们探讨的时候， charge 全部通通是什么？静止的情况之下，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场不是时间的函数。它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了，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时候我们所探讨的是一个静电场的情况。OK，
这是我们所学的第一个目标，我们想要探讨的东西，你先要把它掌握住。那今天我们想探讨的这个包含的就是，好，不同的电，虽然你的电荷已经是静止的，那电荷不同的分布当然会影响电场的一个分布，所以不同的电荷的形式所对应出来的电场也就会不一样。换句话说，我们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要探讨的这个物理量 ，OK，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啊，它是一个静电场，没错，而且它是一个向量场。当然，对应的有一个叫做电位的，那电位也会随着空间来改变，但是电位本身不是向量，所以电位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存量的场，好，是一个存量的场，这是我们想要探讨的一个情况。那同学会问说，那我们以后会不会探讨到时间的呢？会，到后面的部分，你电场随着时间在改变的时候，它就跟磁场相关了，所以电跟磁在静电静磁讲完以后，你才会接着讲随时间 time dependent 的电场跟 time dependent 的磁场再卷进来，那这时候就是我们讲的电磁波 EM wave， 它随着时间空间在改变的情况，这是我们整个接着探讨的一个次序。好，那你已经知道你想要探讨的对象以后，我们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古老的，你都知道说，好，有一个 Q1 的电荷，那这边呢有个 Q2 的电荷，这两个电荷呢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因为这两个电荷呢之间会有一个作用力，那这个作用力呢在 Q1 跟 Q2 它所受的力 OK， 好，这个呢是 Q2 作用在 Q1 上面，这个是 Q1 作用在 Q2 上面，所以基本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两个 F2 的力跟 F1 的力的部分，哎，在之1758年，哎，1785年的部分呢，库伦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力，OK， 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OK， 它做个别作用在不同的这个啊。这个电荷上，那你从这个国中的时候，你都已经知道说，哎，这两个力呢，已经是跟它的之间的距离相关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的距离呢，就写成 R12。那换句话讲，这力的大小是跟R12 的平方分之一成比例的，而且力本身是跟 Q1 成比例，也称 Q2 成比例的。那依照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写成这个力是跟 R12 平方成比例，跟 Q1 Q2 成比例 OK，然后我们的比例常数把它写出来，它是 K， 那我们因为依照它的这个方向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把它说作用在 Q2 上面的 force， 它的方向呢 OK A21
那你就把它写上 A21 OK， 这是你已经都知道的情况。那一般我们 A21 呢，直接我们常常就直接把它写成 R12 的平方 Q1 Q2 然后 R 的21 OK。 好，那其实这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表示方式 F2 的部分。好，那这个结果的话，当我们在真空里面的话，你们都知道这个 K 值是一个非常 special 的一个常数。OK， 那这个常数是跟这个空间的性质相关的。那在真空里面的部分，这个 Issue 的部分的话，你们会发现这是在你们后面会发现说，其实 Issue 零真空里面的石导率跟介电系数这两个分之一就是我们的光速息，那基本上它是跟什么这个电磁波之间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只是在提醒你一下而已。这个 K 值的部分就是4π0/1的部分。好，这是最简单的库仑定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那接着我们就要定义电场，你都知道说这个 force 在这个地方，那 force 那电场是什么呢？我说电场基本上面我们已经讲说我们是探讨的是静电，然后呢你是在 free space，或者说我在真空里面，那我说电场的意义，直接来讲，这个的 particle 有没有存在，也就是说 Q2 有没有存在，并不影响 Q1 在这个空间里面改变了空间里面的某些性质。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讲啊？我们就直接讲说，好，我们现在 Q1 在这个地方了，那我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电荷 Q0 呢，它是趋近于零的，我们把它称为是 test charge。 为什么要叫它是 test charge？因为我不希望 Q0 的引进而影响 Q1 在这个场里面的性质，所以 Q0 是小小的，越小越好。换句话说，我 Q0 的引进目的只是要来侦测到底这个 Q0 进来的时候跟 Q1 之间它的两个之间的力的关系。那你已经知道说它在这个位置上面它的 force F， 它跑到另外一个位置它的 force 也是其他的值，所以你知道 Q0 啊在空间里面移动，你就可以得出来 force 对的空间的影响。 OK， 那把这个 force 呢拿过来，然后呢除上我的 test charge， 那把 limit Q0 是趋近于零这个条件放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电场的定义。 OK， 那如果你去把这个的单位把它放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牛顿
CJMKS 字的部分，然后库伦，它的单位的话就是跟伏特每秒米是一样的 ，OK， 好，这是我们对于电场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定义。换句话说，当我电场已经知道以后，这个电场是随着空间任何的位置在改变的，所以我只要任何的电荷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OK， 我要知道这个电荷受多少力呢？我只要把这个电荷乘上这个电场，就是这个电荷在这个空间里面所受到的力。Q 不是。Q 零是 test charge， 它不趋近于零。Q 零不趋近于零，它进来的时候就改变了空间的性质了。它本身也有场，所以 Q 零为什么要趋近于零？期待的是它的引进不影响到它建立的东西。OK。所以 Q 零要趋近于零 ，OK？ 那为什么 Q 零测试点原来是在下面是？这个已经不是 test charge 了，就是任何一个电荷进到这个空间，你所受到的力。那这个电荷不会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电荷然后有影响吗？会影响，但是。它不会影响它对它的引力，我的场会对其他的电荷影响，但是我不会影响它这个原来的 Q1 对我的引力。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基本上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任何一个电荷进到这个场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说它受到的力是这么大的情况。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你已经知道这个场是我们怎么定义的以后，那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对静电场在 free space 的静电场来讲，我们有两个 fundamental 的这个OK， 好，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它不是凭空下来的。那我们先把这两个 equation 把它写出来 ，OK， 克一是等于零。那再来，我们再来看这两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在这里的 rho Boron charge density 和 free space OK。H0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是在空间里面的电导系数。
Free space. Okay. 它是一个 universal constant. 那当然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九法拉米。OK, 这是 free space。好，那这两个关系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之前已经学过的两个这个定理，一个就是 Stokes theory， 一个就是 Divergence theory。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说 Divergence 的一，我把它对整个 space 做的 balance 做积分的时候，那左是一乘零分之一是一个常数，所以我把它踢出来，然后这整个对 balance 积分。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 Divergence theory 告诉我们的，它呢就是 E dot dA 是什么？包围这个 balance 的整个 space。OK， 那右边呢？一乘零分之一，你的 volume 的 charge density 乘上整个 balance， 得到的是等于什么？一个 balance 的 charge density 乘上 balance， 得到的是什么？就是 charge total Q， 我把它写成大 Q 好。OK，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这个 Q 啊是什么得到的？这个 Q 是你包围的这个 balloon 的里面的 charge。OK， 所以你这个 Q 啊，你现在这个 balloon 多大，这个 Q 就是多大。 Q 外面 balloon 外面的 Q 算不算在这里面？不算。这个 Q 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这个 Q 是 inside the balloon V 的部分， OK， 不是随随便便空间的 Q， 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关系式跟这个关系式其实是什么一模一样。那这个关系式对你们来讲的话，有没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啊，这是什么定理？啊，高斯定理。对，OK， 所以你从这里看到了一个事实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等号的左边这个电荷乘电场乘上这个 dA 对整个 space 积分，在高斯定理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很简单的把 E dot dA 叫做flux， 那这个 flux 呢是 electric flux， OK， 好，那换句话说，直接你看到的这个是什么？通过这个 space， 那这个 balloon 的 surface 的 flux。就相当于
你跟这个 bar 里面所包围的电荷 Q 相关，然后除以一乘零。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高斯定理，我们看到了，所以它就是我们的高斯定理，只不过一个是积分形式，一个是微分形式。换句话说，高斯定理这两个方式你都可以把它表示，一个是积分形式，一个是微分形式而已。这是第一个，电磁学里面的高斯定理你已经出来了。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克一是等于零 ，OK？ 那克一等于零的部分，同样的，我们把克一等于零呢，对一个 surface 积分。随便的一个 surface， 你把它取过来，这是你的 surface。 好，把这个 surface 写在这。好，那你把它积分，看这个 surface 上面的克一，那它是等于零的部分，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从这个关系里面。但是我们把 Stokes theory 把它放进来，那你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说 Stokes theory 告诉我们说，克一 dot dA 的部分的话，就相当于A 这个 surface 所包围的这个 boundary 的 line， 你整个把它积起来，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 loop，而且这个 loop 一定是一个 close loop， 包围这个 surface 的。那现在你看到这个是等于零 ，OK， 记住的，这个圈圈一定要写，因为它这一个是一个 close loop。好。那这个结果已经知道以后，接着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物理量 G 一圈以后回到原来的点，然后它等于零 ，G 一圈以后，那我们把这个呢，把它分为两段，我们随便找一个点 A 点。就是 B 点好了，那你现在你把它 G 一圈的意思是什么？你就是从 A 到 B 走第一条路径，跟 B 到 A 走第二条路径，所以基本上面 E dot DL 这个就等于你 A 到 B 你走的是第一条路径E dot DL， 再加上 V 到 A， 你走第二条路径 E dot DL。 那反过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E dot DL 是走第一条路径，
这边呢 A 到 B 是走第二条路径 E 到 B 这个是等于零，那这个等于零的意思是什么？我从 E 到 D 咯，走第一条路径过去 A 到 B 应该是从 A 到 D 到 B A 到 B 走第二条路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基本上面在物理上面我们说这个就是什么保守立场的一个最重要的，我们从一到二，一 A 到 B 走这一条路过来，跟走这一条路它是无关的。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它只是跟起始点相关。那跟起始点相关的时候呢，我们就定一个物理量，跟起点跟终点相关的物理量，它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把我们的E dot dl 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定义成，那换句话讲 ，vb 减 va 呢，就等于负的，这边有一个负号，然后从 A 点到 B 点 ，E dot dl。那这个是跟起始点跟终点相关的物理量而已，实际上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把数学这样表示的时候，我们已经引进来了一个函数，一个物理量，这个物理量呢是电场沿着某个路径，然后你一路上的什么，一路上的在做功。为什么他说功呢？我说我只要把 Q 啊 E dot DL 这个东西就是 force， 对不对？ force dot DL 就是等于 dW， 这是你的功的定义了。换句话讲，你现在从 A 点到 B 点过来的路径上面，每一个点上面，你其实你所需要的这个 force 呢，这是我们的常给它的 force。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B 点跟 A 点之间差别在哪里？ B 点跟 A 点当中差别的东西呢，是跟你所做的功的负值相关。换句话说，我如果从 A 点到 B 点，我必须要把这个电这个particle 呢 Q 呢，从 A 呢要慢慢的移到 B 的话，我要一路上去克服 force 给它的作用力。那我就可以到达 B 点以后，它原来的值 QAB 到 final 的值提升成 QVB。的情况，那对他做的功就是负的 Q E dot D L， 这是我要对这个系统做的功的值，从 A 点到 B， 这样有没有问题？所以你看到了，
这个东西是跟功有关，跟能量有关。只要你把你的 charge 除出过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基本上，我说我把这个 VR 定义就是我们的定位。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从电场到电位的定义里面你就引进来了。好，那我们接着我们看一下，我说实际上这个关系等于零。好 OK， 在这里这个关系等于零，它在我们物理上面就是我们的 Kirchhoff 定律。一个是一个电流定律，一个是电压定律。那 Kirchhoff 的这个电压定律的就是你相当于你所有的一个 close loop， okay， 不管你经过多少的电这个电阻啊，电压电阻让你产生的电位降啊，或者是电池让你产生的电位升啊等等，加起来是等于零的， OK。这个就是我们在 Kirchhoff 的定理里面所讲，这一个其实就是 Kirchhoff 定理，就是我们到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我们就先休息十分钟好了。OK。好了，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高斯定理的部分的话呢，我们说现在在静电学里面的话，那我们现在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divergence 一是等于一小零分之周，然后它的积分形式呢就是 E dot ds 是等于一小零分之 q， 这 q 的话呢是在这个balloon里面所有的这个 charge， OK。 那另外一个是克一等于零，那克一等于零就代表的是 E dot DL 是等于零。那我还是在这里再提醒同学，好，我这个提醒的话，每次提醒完了以后，每学期提醒完到了考试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有一半以上的同学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全部通通一样是圈圈。这个圈圈代表什么意思啊？这圈圈是一个
close the surface。啊，这个圈圈呢，是一个 close the loop。所以这是二维的积分，这是一维的积分。这是第一点。虽然都是在画圈圈，但是此圈非彼圈。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不把圈圈画出来，左边跟右边是不会相等的。所以你不画圈圈，你是不等于零的。因为你不画圈圈 ，E.DL 根本不等于零。OK， 好，这是我必须还要再提醒各位同学的，这是第一个的部分。好，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在这里面我们已经刚刚把这个能量的观念引进来了，所以基本上面在这个里面。我们已经刚刚告诉你，这里面已经包含了 conservation of energy 的观念。你走一圈，去回来，你所做的功是等于零 ，OK？ 所以电场一是一个保守立场。是一个保守立场，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